城区的居民看过来，这礼拜啦，早时啊九点到十二点有大代志哦，你知影是啥物代志无？这礼拜啦，早时啊九点到十二点要来举行咱北岛社区参与式预算的提案的投票，咱有现场的投票，嘛有网络的投票，来看这边。参加投票无机会来参加市长，我有准备40寸的 LED 显示器、气炸锅、电锅、微波炉以及 UV 三合一直立手持除螨吸尘器等等的家电礼品。只要你是涉及在咱八张里，而且13岁以上的里面，拢会使来参加投票。会记得哦，你若是参加现场的投票，要带一项的身份证明文件，譬如讲身份证、驾照，或是健保卡。只要参加投票，拢有机会参加抽奖。这礼拜六早时啊，9点到12点，在咱八张社区活动中心来举行现场的投票。只要你是八张里的里民吼。而且你是13岁以上，拢有这投票的资格。若是讲你是住伫咱外口的这居民，嘛唔免挂转来，因为讲阮阁有准备线上的投票，啊，每一个人拢会使投两案了了，会记哩，每个人限投两案，啊，只要完成投票，就会使取得咱这抽奖的资格。啊，希望大家尽量来参与我们社区的事务，哦，咱的注意，做对决定。